弟弟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我紧张吗？其实我觉得好玩是好玩，但是确实每一趴都衔接的特别紧。你希望我们就是慢一点是吗？还是需要再快一点？我觉得就正常吧。开始吧，开始吧，对，开始上大巴。之前大巴的时候，他们就非常的不友好。啊，是吗？好，对，是吧？那我说完了，一直加油。先看看有没有机关，没有机关，只有一些三全儿童水饺吃的。其实我早就等不及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叮嘱你一下，鸿明浩，你准备的时间有限，请在到达目的地前完成妆发及剧本研读等所有准备工作。好吧，算题吧。人物介绍：年轻、机敏、内心高傲的篮球天才。我篮球，这个是我们特地为您准备的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们查资料发现您特别喜欢打篮球，所以给您设计了一个跟篮球一点关系没有的角色。剧情梗概：嘉宾是开心梦之队的主力队员，由于家里有事没能参加近几次决赛前的训练，一直很受队友们喜爱。好了，时间到了。他在决赛当天得到消息，我明浩啊。时间到了，没有，你们骗我了，你们骗人，我不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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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浩，你怎么？明浩，先去换衣服吧。好，我正在换。正在换。哇，正眼说瞎话。视线已经开始了。你知道我们能看见你吗？知道啊。我说到达目的地了，是真的。你现在真的可以去换衣服了。好。Ready.Action！ 哎呀，我说阿浩，你俩才来，你看这都几点了啊？今天是决赛，这么重要的事儿都能迟到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俩不是也刚到吗？不是你才犟，那能一样吗？你是主力，我们就是个配角。我哪算主力啊？我最多就算一个第二主力，那大主力不是有田大力的吗？阿浩。有机会你可得往上冲啊，争取拿个 MVP 让我看看。 MVP 我一定会努力，你们也一样，但是态度还是要端正一下啊。端正端正，就你端正端正，他都决赛了，这几天都不来训练。你俩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妈这两天生病，昨天我二哥又结婚，训练我也不想耽误。理解理解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们赶紧进去吧，一会儿教练发现咱们又得骂咱们了。哎，进去啊，别光给自己开脱，互相帮着打圆场，听见了吗？